4月19日，郭碧婷向佐出席活动，这也是二人订婚后首次公开合体。郭碧婷身穿非常浪漫的大花朵裙，仙气十足，向佐则是一身黑色西装。活动现场，二人或亲密依偎，或低头耳语，向佐还贴心地帮郭碧婷调整道具高度，简直羡煞旁人。网友纷纷评论道，真是养眼的一对，碧婷太美了，护花使者佐哥很贴心哦，葵花夫妇一合体真的甜死人了，太甜了吧，请你们原地结婚好吗？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